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笑笑，你来吧来吧。这次是一个人发的快递，因为有活有死啊，你猜到我是鼠，对，既然有死，不可能是我收要死蛇呀，对吧？就是一些老鼠的饲料啊，这些是活的，我一种早上多拿点了，我以为他发一份快递，我就活的，我就要了很少，他要是早这么说，那我就多发一点，我靠，气死我了。我靠，你这打包挺别致啊，这哎呀，还好我机智，我提前拿了这个啊。这里应该是大一点的小白鼠，如鼠啊，是吧？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、八只、九只、十只、十一只，送了我一只，是吧？小的是十只，大的十只。早知道我多拿一点了，主要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。我靠！这么大，这可以啊，那是如鼠哦。看来我没有要红皮，一只。两只。三只。四只。哇、哦、这么小一只太可爱了，五只。我特别喜欢做这种特别傻逼的事，就是不停地夸他，然后呢让他死。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视频，就是这种视频，被封了。对，哇，怎么样？我这就是那段子鼠，真的毛特别好看。你怎么那么大黑眼圈呢？这么瘦，你要死了，知道吗？两只，三四，五，真的可以养蛇，这种是齐了。这个卖家我记得说过挺良心的，但是在有的卖家那里他跟我说这家卖的贵，人家家按斤卖，他家不按斤卖，他家只按只来算钱，所以这样的话有可能他家会有一些利润，因为按只卖嘛，对吧？但是对我来说快呀，快递我昨天晚上4点下了单，他有货就给我发了，不然的话你要等。哇，一兜，两兜，三兜，这冰袋真，我靠，邦邦硬。我今天刚好有尸体要发，啊，发蛇，对。我把冰袋拿出来了。其实我有的粉丝看我视频真的是不图我的那个视频是吧？就图我说话。你这样的话我就很难堪了啊。我们来把冰袋都放一边，体积又大，东西又多，是吧？来吧，我们来数一下，这个直接下午用，省事儿。然后呢，这种成体鼠大概是五包，五乘十包吧。刚好50只，齐了。我们这些鼠刚好是要去喂食的啊，这些也要去喂食啊。这几个喂大一点的蛇是吧？让他们吃吃活的，嗯。那好的啊，我们晚上见。嗨，晚上好啊，我来喂食了。对，这几只我喂了点羊奶是吧？啊，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因为好看就想养的，反正最后都逃脱不了喂蛇的命运是吧？然后这个是牙刷，是我退休的那个牙刷，这刷毛我用了以前用过的，不想用的了，可以拿来刷鱼缸，刷刷盒子，挺好啊。这个奶放一边吧，明天再喝，明天就臭了是吧？这水明天再换吧，没时间了啊，今天来喂蛇。好乱好乱好乱。哎呦喂，这你疯了吧你？啊，龙卷风吹，哎，不是，你把镊子卡住，哎。龙鸣摧毁停车场是吧？下来，哎呦我去！好，我去，可以，脚刷一下来，就这样，拿来。哎呀 ，What's your name？吞下去，换一只小的给你，行了吧，小飞。
我天哪！这哎我天，你是傻了吗你？我去，他吃上来，你别他妈又给我吐了！我去。行 ，OK 了是吧？不用 ，OK 了是吧？不用我管了啊！你再给我吐，我他妈打死你个鳖孙！你好久不吃饭了是吧？我们这配号的咖啡不咖啡？可以。嗯，这样可以可以。好，一个月给你一次。他上个月的今天到的。我脚爆了。下面都是水，你他妈在下面吃疯了吧你？打倒一天，先这样放着，吃就行。再抬高一点，来血红，小王撤，你咋不吃呢？怂了，喂，真怂了，这个别学那吃屎。哎，打扰了。像这只，又是这只，还挺大，主要这只血肉模糊的，快快恶心。哎呦我去！你说这是个废物啊！都他妈吃到了，你怎么回事？你看这只已经搞定了啊，这只呢也搞定了，这只呢还一只，贪吃了，是没吃完。哎，你怎么吃了个木屑？我不认识你宝贝儿，我那只木屑不影响。我去。换一个，你没吃过活的是吧？来，给你尝尝活的。嗯，对，太香了，你真他妈的疯了你！你就欠啊，你就欠这个是不是？还有你，怎么回事你？那好的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，各位下期再见。嗯哼，有的没吃也没辙是吧？他也吃了，挺好。